天都给你打通电话了，谢谢台长。啊，你好。跟我跟你拜年了。谢谢。嗯。祝你身体健康，发体健康，黄发上脸。谢谢。嗯。嗯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是现在不是过年了、啊，过年了就是，就是初一十五是肯定吃素食，完了就是比如说因为亲戚朋友挺多的，就是请台长开示一下，就是初几要特别注意，就是尽量避免吃荤。初几啊？嗯。啊。因为现在朋友挺多，家里人也挺多，来了亲戚朋友是。来了朋友也得给人家吃荤，有时候。嗯。但是说是，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台长，就是初几，特别是初几要注意一下。首先你要记住，初一，最好吃素。啊，对。对不对啊？初十五要吃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来的多。那么你们过大年也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你是吃荤的人，所以你初一吃完素之后，那么初二、初三。啊，初四都可以吃荤的，但是问题呢，最好不要杀的活杀的东西。对，没有。那么初五的话呢？初五的话呢是迎财神。嗯。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人求财，那也是正常的。但是呢，求财的话，你以为吃荤的就能求财财运了？慈悲心可以换来更多的智慧，可以换来更多的财富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对。所以慈悲心，那么慈忍不杀，是不是不杀生啊？不吃活的东西啊？嗯。如果你初五迎财神的时候，你是吃素，叫如素，对不对？啊。如素迎接财神，那你看看你是不是能够。在各方面钱财方面能够获利的机会是不是会多一点呢？对。就这么简单。对。那我就是初五咱们迎财神，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是供的财神了，财长，就是我直接写上某某某供奉的财神就行了，是吧？迎财神的话，你这样，你如果家里没有供的话，你在家里的话，实际上呢。大家都知道观地菩萨，很多人说也是象征的财神。实际上呢，观地菩萨呢，他是管这个财神的，你听得懂吗？管财神的。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拜观地菩萨。明白了吗？观地菩萨没有供的家里吗？家观地菩萨没有供的话嘛，你自己可以写一个，打印一个观地菩萨。牌位，那家里面是供的是那个财神，有一个财神。啊，那你把观地菩萨供上去的话，不是一样啊？你不供的话，家里财神你就供嘛，就供了。到那天多给他烧几支香，多给他磕几个头，然后多供点水果，甚至可以给那个财神菩萨也可以，财神菩萨也可以送点小房子都可以的。那因为还是烧三炷香，还是可以多烧几炷了。三炷，三炷就行，是吧？就是说过那个财运啊，就一般是前世定的，就是你真今世怎么求也没什么大作用。那一般人家假如说特别做生意的一些放个观地菩萨那些什么那些。那要这样求的，那应该说也不会起什么大作用啊。什么？那不是财不是啊？财运啊？财运是前世。财运嘛，当然了，财运你求不会有大作用的，因为钱财是前世修来的。你今世修不到的，今世只有布施呀。那现在你本来就没钱，你怎么布施啊？对。所以你就是很难再把自己这个钱意识，今世如果有点财运的人，这钱是很厉害的，布施的很厉害的。你去看好了，今世有钱的人，前世绝对都是大布施者。没办法的。那就是说，不管什么人，就是他今世，就是前世不是就是定的他有财的话，他今世再怎么拜财神，那全部都是白搭了，等于。那如果他没有财的，你说你能求到吗？那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他命中没有孩子，你去求菩萨，你能求到吗？求得到的，看你心诚了。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，另外观世音菩萨送你一个了，送你一个的话，人家做多少功德，你知道吗？你又不做功德，你就跑到庙里去拜拜，那孩子就来了。
嗯。啊，你说我今天跑到庙里去，哎呀，我菩萨保佑我发财发财，你就发财了，嗯、那还了得了、嗯？我靠自己努力啊。对对对。哎，那就是不管怎么求拜财，求财神。实际上，我讲个简单例子给你听听。实际上求什么灵什么是菩萨在你原有的基础上，你有这个种子，菩萨可以帮助你把这个种子发芽壮大。嗯，你听得懂吗？你连这个种子都没有，菩萨不会帮你种一个种子，这个种子要你自己种的。嗯，比方说你种了个财种子，你必须要前世种下这个财种子，菩萨可以让你今世钱更多一点。对对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啊，或者你有一个名气的种子，前世种下去了，你前世不为名不为利，好了，今世有个名气的种子了，菩萨会让你更有名。嗯，明白吗？因为你求了，是这个道理。嗯嗯，那有的人感觉说，我这个人没财运的，有的人感觉哦，我这个人命里面应该是有财运的，像这种感觉。也应该说也决定他前世了，他是感觉是准确的，有道理，正确的，自己知道我这人应该有钱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了，这就叫劫财。很多男人就是啊，自己有点钱了，玩女人了，好了，钱没了，嗯，对不对啊？那你看很多贪官污吏呢，嗯，他应该有钱吗？他知道，哎，我应该有钱，最后好了抓进去了，钱财全部充公，嗯，他算有钱吗？有过了，没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嗯，好，那谢谢台长，谢谢大家开始。那等等，最后一个，那个是不是说，那财神有天地之分？那么一般我们都拜的是属于地神，就是财神里面的一个地神。那么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不拜天上的神呢？哎，你这个已经听过台长讲过很多了，所以你知道很多。实际上财神分天地之神两样的，比方说人应该是拜天上的财神，而不应该去束取地府之财神。实际上他们人就是不懂，就是拜了下面，但是呢拜的上面呢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能量体，这个财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智慧。因为有些人的赚钱是用智慧来赚到钱的，而有些人就是靠着一点一滴的啊，实实在在的啊，一分一厘的这个财来养活自己，觉得他发财了，明白吗？这是两个概念。比方说你打工是不是有财运啊？嗯，那你拼命的求财神的话，他给你加工资，那你最多是加工资。比方说你求天财，不是求地财神，求天财神的话，他会给你智慧。你怕投资一个项目，一赚赚了几十倍啊！对，你说说看哪个好啊？明白了。天地之分就因为人很傻的，人就知道，哎呀，地府的财神也好啊，哎呀，求啊，哎呀，我看见了，来了，就像你等着每个星期发工资一样的。我看见了，哎呀，钱来了，觉得自己很多的。你没看见人家？很多像李嘉诚那个，他是求智慧啊，他就等于求天上的财神啊，天上财神只要给他智慧，他一个生意投资出去，他就不知道几百万赚好了，就这个道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那谢谢大家开始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谢谢关师傅，再见。